这个自然分光这风景真是很棒。歩く。少爷，我到昨日5km歩いたな。我到李浩昨天跟着我们走了4公里，今天就再准备让他走9公里。昨天晚上回到床，一倒就睡了。哇，他要挑战这个陡峭的山坡呀！孩子，走上。哇，他开始体现他这个年龄的这个活泼，是吧？冒险的精神，年龄了。去吧，走。完了，等一下。他，我气喘吁吁，跟不上他。等一下，等爸爸一下，你不能一个人上去啊，不那个了，不能再上去了，太陡了，上面都下不来，莫一看来，ここまで，还没到目的地，我们刚才去那个山头逛了一下，中午时间呢，停下路过小镇，吃个饭，我们正好看到他这边有一个中餐馆，不是中餐馆。泰国料理，我们今天中午吃泰国料理好不好？那你要吃什么料理？是什么呀？松子。爸，正好在瞧这里的泰国料理，我们去吃。今天吃泰国菜。要是到去美国啊，去欧洲其他国家，去欧式餐馆，我应该是带一小个酱油。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放入酱油，就变成亚洲味道了。我连吃披萨都要放酱油，所以说对我来说，只要有酱油的话，我什么都 OK 了。平常对吃的要求不高就是了。披萨什么都可以放一点酱油，放几滴就好了，味道变成亚洲味道了。这是我的生活秘诀。你们俩在找什么呀？找蘑菇啊！哎呀，这是蘑菇啊！这个王，这是什么呀？蘑菇？不要摸，完了。爸，蝴蝶王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我找。我吃了，你去见阎王了，跟前面。蘑菇。今天是第三天，因为我没有，就是在新西兰这个旅程都是。房间都是由偷的来订的，你知道他今天订的什么房间吗？他订一个类似的 YMCA 这种，就是背包旅行者的房间，公共浴室，就公共那个厨房的这种。还好我也不是很特别，怎么说呢，在意这些东西，我对吃啊住啊都不是很在意，只要能。吃完能吃得饱，住得干净就好。我刚看了一下，外面他这个里面的房间还挺干净的，就是。哇，对，石头不能拿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啊。他只要干净就好，就是，这个很多人会，大家共用的很多卫生间的，挺好的，这什么都体验一下，让小孩子体验一下，不要体验都是好的东西，是吧？什么都让他体验一下，知道，好像我们在日本住酒店啊，这些好的地方，奢华的地方，和在这 YMCA 这些比较平民化的地方，都让他体验一下，这样他就知道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生活，让他们互相体验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行李放进去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出去，要么因为他这个地方呢，连浴液啊、洗头发水都没有，我们现在准备去买一点这些洗一点点就好了，生活用品。不然的话，洗澡连浴液都没有了。它这个地方呢，下面有一个非常、非常、非常漂亮的湖。我在想，我们滋贺那边像这样子开发，那多棒啊！哈，那个资源，日本政府就让它待在那边，什么都不用。要是被它开发成这样子，没有平地，都是在山上。你看我们家那个山上，都是。杂草丛生，我们平常不做打扫的话，真的都很难进去。
海和野生动物。他现在呢，他们这边一下把这个地全部整平了，然后做个旅游景点，依山而建的这些小别墅，多好。其实今天我们住 RMCA 的寝室也是，确实是没有房子的，这个地方太有人气的这个景点，这湖边呢，去住的五星级酒店，一个晚上要人民币好几万，那我想没必要，一个晚上好几万也没必要，就去这边住一个晚上也好，我们也不是不能住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准备出发，走，再一个嘛去哦。哎，帽子戴的，瓦特里奥帽子戴的，我一个。OK， 多多说的这个地方都是那个大学，他这个我们住的这个酒店是那个大学生来住的，就是一个人背包住，一个人背个包，要房间里面有三四个人，能装那个上下床的这样的，混住，跟那大学宿舍一样，不追求住，那我追求什么东西啊？那我追求现在这种生活呗，这就是我追求的。好，走了，拜拜。今天晚上我们也是住的 B&B， 这个 B&B 居然有居然乒乓球，居然有乒乓球，他们两个第一次看到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这个 B&B 昨天晚上我们住的那个YMCY 那个比较好一点，这个呢还比较有一点房间的样子。昨天晚上都是大学生住的地方，房间真是太简陋了，但是我们也睡好好的，就是现在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，我们现在去买点去吃点东西，太晚的话应该是累都一次了，所以说我们准备去他这里离10公里左右吧，有个披萨店，我们去看看有没有披萨店，吃点披萨，然后回来今晚上就睡着。这里周边都什么都没有，就在而且在国道的旁边，现在新西兰也是这样，到晚上9点天都不暗的，现在已经7点多了，不然的话店都关门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走吧，这边 B&B 还不错了，就是跟酒店不一样而已的，挺好的。莫一贵哦，你看看它，哇，这个沙发好像今晚没什么客人，就我们两家好像。然后你看它有厨房这里可以烧咖啡啊，面包什么，早上呢就可以在这里吃饭。明天我们透早说明天到大城市就会住酒店，其实住酒店住不住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子，只是大城市晚上吃饭的地方比较多一点的。我们现在还是准备走吧。他这个 B&B 的那个是厕所洗澡间都是共用的，所以说我们就是这点不方便，其他都还好，就是。他们来给我乒乓球啊，我玩上瘾了，喜欢上了乒乓球。哇！阿达达，阿达达，阿达达。哇，这个球是破掉的球啊，也声音都是破的。莫一贵啊，走。